FM 首播。接下来听我们今天早上的 Hit FM 首播，听到的歌声呢是来自于一部新的电影，叫做《哈永家》。《哈永家》呢，其实也入围了今年的金马奖六项不同的大奖。在这个礼拜五，11月11号即将正式的上映。而听到的这首主题曲是来自于林廷丽的《烤火的房》，光是听到它的前奏就可以感受得出来，就跟单曲的名称一样，拥有着一股温暖的味道。先来听首播，听完了广告之后再回来呢，也会要送给你这一部电影《哈永家》的电影交换券。这是来自于偶像组合 AKB48 Team TP 的他，这一次透过了这一部新的电影，不只是展现出了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展现出了他的好歌喉。来自于林廷丽的歌声叫做《烤火的房》，是来自于《哈永家》这部新的电影的主题曲。刚刚就讲到这一部在11月11号即将要正式上映的，入围了六项金马大奖的电影呢，其实讲述的是聚焦在宜兰南山乡的哈永他们一家人的故事。三代同堂的成员要怎么样面对思想上面的不一样的想法，然后产生出来的碰撞，其实可以说是每一个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有一本难念的经的家庭的缩影，希望能够运用这一部电影展现出亲情的可贵。请你赶快来登入我们 Hit FM 的官方 APP 官方 APP， 去到即时讯息专区来参加活动，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哈永家这一部要在这个礼拜五正式上映的电影的交换券。当然还没有我们 Hit FM 的官方 APP， 哎，还在等什么？ HITFM， 就这五个英文字母把它拼起来就可以找得到 Hit FM 的官方 APP 咯。林廷丽的《烤火的房》，今天早上的 Hit FM 首播。